师怎么了？被老师带走就会。站住！白姐姐姐快跑！熊妹、白雪，你们跑什么？不行了，我跑不动了。我们为什么要跑？变魔术千万不能被老师带走。被老师带走怎么了？鸟角怪兽会被白送到外星球。什么？大宝！啊，老师追来了，快跑啊！终于到家了，提前不怕被老师追上了。白姐姐姐，是王后阿姨回来了吗？我妈妈有钥匙，才不用敲门。不会是眼睛老师追来了吧？你是谁呀？白雪，我是眼睛老师。白雪不在家。白雪不在家，跟我说话的是谁？啊，我是王后。我感冒了，所以声音和白雪一样。那你开门让我看看。不行，躲不过去了，我去引开老师，你们快跑。白雪姐姐别去。这次不会再被老师找到吧？老师把我们发送到外星球干什么？一定是要我们一直写作业，写不完就不能回来。有人在家吗？老师这么快就找来了？我是男孩子，这次就让我保护你们吧。大宝别去。大宝哥哥，连大宝哥哥也被老师带走了。熊妹别怕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贝尔开门，我知道你和熊妹在里面。我不会开门的。贝尔，熊妹没事的，我和大宝也来了，快开门吧。大姐姐千万别相信，肯定是老师装作白雪姐姐忽悠我们开门。不开门我就自己进去了，贝尔妈妈已经把钥匙给我了。不要了。熊妹，我拦住老师，你快跑。跑什么？我是来给你们发奖状的。为了给你们发奖状，我把童话王国都跑遍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白雪的最聪明奖，贝尔的最勇敢奖，大宝的最活泼奖，熊妹的最可爱奖。给你们发奖状为什么都逃跑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是黑暗魔王和牛角怪叫我们快跑，他们说千万不能被老师带走。明明是你说被老师带走就被发送到外星球。熊妹，我不应该给你发最可爱奖。老师，你不能把我的奖状收回去。我应该给你发奇思妙想奖，你是怎么想出这么奇怪的事儿？再发一个奖也行，我以为被带走会发生可怕的事。那牛角怪和黑暗魔王为什么要跑？哦，对了，他们两个不写作业，我还要给他们发作业呢。